得不澄清的是，舒淇否认收到张震婚礼请帖。常言道，旧爱才是爱，新欢只是欢。最近张震结婚喜讯传得铺天盖地，据说身为旧爱的舒淇也在张震受邀名单之列。啊，没有啊，这个也没有吗？对啊，会参加他的婚礼吗？他没跟我说，对，他还没跟我说。那作为就是跟你感情纠葛这么多的一个人，结婚了有什么活动的问题？